但慢慢的，金鱼就不太受大家欢迎了。尤其随着住房水平提高，居民都搬进了楼房，家里即使要养鱼，也喜欢做个屏风鱼缸或者漂亮的水族箱，养热带鱼好像才显得气派。不过这些年，金鱼又慢慢的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，成了国潮，身价也是一路看涨。其实我是非常喜欢金鱼的，憨态可掬，看起来也富贵，而且独有咱们中国人玩鱼的一种韵味。不过镜头里这些精品可不是中国产的，这些都是进口的泰狮，身价不菲。这一缸鱼每一条都在1000元以上了。有人说这两年金鱼的价格高是炒作，其实也看大家的需要吧，品相好的稀有的价格就高，普通品种的自己养一养也没问题。像我自己养的金鱼也没有太贵，这种精品我也只有看看的份儿。不过市场认可精品才是观赏鱼行业前进的动力。我经常想，为什么日本、德国、泰国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冷水鱼品种呢？还是市场良性循环的结果。所以希望我们的金鱼行业能多多的出精品。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普及金鱼的观赏和饲养知识，而不是人为的设置技术壁垒，这样才能把市场做大做强。这个缸里面老板说也是进口的泰兽，大概都在2年龄，价格也在2000元左右。好吧，我和镜头前的大家一样，也只有欣赏的份儿了。泰兽的身形比较长，然后头瘤也比较小。不知道大家的喜好如何，像这种淡种的金鱼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咱们传统的虎头还有猫狮。再来看一看这缸泰狮，这边的身价更高一些，也更漂亮一些。像我早期的视频可能有些人看过，就是我在加拿大拍摄的水族市场，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好的金鱼品种，在售的一般都是小鱼苗，而且价格也是相当的高。所以金鱼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些文化底蕴，还有传统的观念和养鱼习惯在里面吧。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，我不喜欢有些人对高价的精品鱼冷嘲热讽，或者对新鱼友买的一些练手鱼嗤之以鼻。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玩法，水族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大格局。如果水族行业的交流仍然局限于发烧友之间，或者是行业内部之间，不去争取更大的市场，去占领年轻人的市场，那这个行业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小圈子里，把自己的路越做越窄。出于我自己对金鱼的喜爱吧，今天也抒发了一点感想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点个关注，再见。